么厉害？吃两碗。啊，也不多呀。多啊。厉害，比我们还厉害，真棒。嗨，各位，今天我们要去吃一家在汕头当地很有人气的一家店，而且它是汕头必吃坊之一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家店藏在一个就是菜市场居民区这边，然后我现在是早上大概8:30左右，9点左右，然后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多的当地居民在买菜啊，就是就特别的热闹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很有生活气息啊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生活状态。而且我现在在这边走着，我就看到很多那种感觉看上去好好吃的店，就每一家我都想吃，但是我为了留肚子，我就控制住了自己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是遇到一个问题，我导航，我跟着导航走到这边，但是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找到这家店，就是导航给我导到了这一家，但是这一家我感觉不是我要找的那家海记猪血汤。嗯，我要不找一个人问问吧。那个阿姨，我问一下，这附近有个海记猪血汤是在哪里啊？猪血汤对面就有了，但是去找海记。猪血汤哦，我看到，但是我想找那个海记的。海记啊？哦，那边走过去是吧？哦，谢谢阿姨。哦，好嘞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导航不准，你们如果要来吃这家海记，千万不要看导航。我看到了，我总算找到了。我刚才这里来回来了好几趟，就没看到它在这么一个犄角旮旯里面，真的是。给我一个猪血汤，这样的菜，这有什么菜呀？凉菜、地瓜、珍珠花菜都行。珍珠花吧。啊，这么多没炒，这就多下一点。多下一点吧。煎饺要，我要一个大份的煎饺。大份的？哦，算了，小份的吧。这里吃还是？这里吃。然后我再加一个，那个有个猪杂汤是吗？猪杂就是姜杂的。哦，再加一个益母炒猪杂。益母炒猪杂。对，益母炒猪杂再加果条。果条。嗯。是的。对。来，我的菜都已经上齐了，真的这边上菜速度都好快哦，我屁股还没坐热就已经尝不到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点了一个益母炒猪杂裸条汤，他们这个裸条也好，还是裸面也好，都是可以自己选择加与不加。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猪血汤，哇，这个料给的真的是好多呀。然后这是一个煎饺，据说他们家的煎饺也很优秀。先是他们家做的猪血汤，猪血给了超大颗的，好 Q 弹啊，这个猪血，它是属于那种 Q 弹，然后带点粉粉的那种口感，然后又嫩，真的跟鸭血和其他的血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我上品还是第一次吃猪血，它里面除了猪血之外，还会有猪肺呀、啊，然后会有这种肉品啊，然后有那种配料，应该叫配肠。这个汤绝了，这汤好鲜啊！虽然这个汤看上去很清淡，但是它是属于那种寡而不淡，特别的鲜。这一份猪血汤的量真的是好足啊，同志们！我觉得胃口不是很大的女孩子吃一碗汤就饱了。来吃个他们家的煎饺。这应该是韭菜馅的吧？我觉得网上的评论会有点夸张，网上说他们家的煎饺是那种，就是。特别特别好吃的那种，就比很多北方的饺子都是，我觉得有点过了。他们家饺子是好吃的，但是你不至于那么夸张。哇，这个汤真的好喝绝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吃这个猪杂果条。哎，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益母草，我之前吃的益母草都是那种，就是做成颗粒然后当药吃的那种。它的口感特别像。我们家那边有一种野草，我们绍兴土话叫草丝，就有点毛毛辣辣的那种口感。我觉得这个裸条汤会比那个猪血汤要稍微淡一点点。加油啊，加油！这么厉害，吃两碗？啊，也不多呀。多啊。厉害，比我们还厉害。棒，真棒，真棒，比我们还棒。嗯，我真觉得广州的辣酱称不上是辣酱，因为我觉得一点都不辣。这个
这是什么馅的呀？包菜，包菜馅啊，包菜，没有小香米。但是他们家饺子的话，那个皮很有种脆底的。我觉得如果他们家有沙茶酱的话，我觉得会更优秀。哇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家的酱真的给的好足啊！他们家煎饺，冷了之后那个底都好脆。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家不愧说是必吃榜，就是这么多人都想来打卡的一家店。就他们家虽然说是猪血汤，但是他那个猪血就是完全不腥，你从汤里面吃不到一丁点猪肉的那种，就是骚味，还是说是就处理的特别干净。就是总结一下，他们家我觉得就是量大味美，然后价格又便宜。我今天这三份的话是花了48，就真的很便宜。我想了怎么着也得超60了吧？而且他们家的食材用的都很新鲜，不管是虾也好，还是说猪杂、猪血，以及说是那种蔬菜羊都用的特别新鲜。就是真的就很适合你早上起来就是来这么一碗热乎乎的猪血汤。就是暖暖胃，就吃到，就是吃下去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。OK， 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跟你们说了，你们那个不要就着饭点来，我现在是9点多，我现在是快9点，快10点了。然后店里人的话就不会特别多，不需要排队。如果说你们就是就着那种饭点来的话，肯定是得排队的。然后他们家是下午1点就关门了的，所以你们要来打卡了，请自己把握好时间。OK， 今天就到这了，拜。